它的咒语就是 Om Guru Lien Sen Shdi Hom Om Beza Shambhala Guru Benma Hom。 我刚才念成这个所哈，就是 Om Guru Lien Sen Shdi Hom Om Beza Shambhala Guru Benma Hom， 就是念所哈。所谓念所哈的意思是说圆满，念 Hom 就不一样，这个 Hom 字就是有一种力量，一种力量产生出来，一种 power。 Hom 是一种 power。 我们这个藏密的五大金刚神，它的种子日都是 Hom 日，都是 Hom 日，种子日全部都是 Hom 日。五大金刚，像大幻化网金刚啦、十轮金刚啦、大威德金刚啦、喜金刚啦、圣乐金刚啦、密集金刚啦，这个是六个金刚，密集金刚、喜金刚、圣乐金刚，这个十轮金刚、大幻化网金刚、大威德金刚，其实它的种子日就是 Hom， 就代表着力量，力量代表着一种力量。那刚刚我念的是 Om Guru Lien Sen Shdi Hom Om Beza Shambhala Guru Benma Soha， 也是可以的。 Soha 就是圆满的意思，那么 Hom 就是力量的意思。